我太不容易了，这么多年呢。卫兵歌还有不少歌，不少啊。不少歌您会唱吗？会啊。您唱一下。不少歌很长啊、哦，这不少就是作战的时候放在外面的不少嘛。是是是。不少手不少手中不离枪，眼睛时时望敌方，不准闲谈不准坐，不准吸烟与睡着。馆长来时面敬礼，就长官来了不敬礼的。哎，馆长来时面敬礼，监视地方最重要。馆长若有问何事，面向地方口大宝。手拉白旗从未来，问谁军师来投降。一人向他做设计，一人报告馆长之。报告馆长完毕后，收回不少最重要。这叫不少歌，不少歌。这其实就是把纪律讲在里面，对，变成歌词。就是干，因为以前当兵都是文盲嘛，不识字嘛，不要说是那个当兵的，很多军官都不识字啊。嗯，